校长邱万章校长再次认领掌声，欢迎他们。好，各位现场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美华国小。那我们今天除了小朋友之外，也来了一些学长姐来帮忙哈。那我们学校的特色就是陀螺。刚刚有一位大哥呢，一直建议我们要去参加世界比赛，然后拿冠军哈。其实我跟各位讲，我们就是世界冠军的哈。如果要说学校比赛陀螺没有人敢跟我们比哈，那非常欢迎各位来参观我们美华国小。那我们就再一次的欢迎我们的吴主任，我们的教练吴主任。 蹲下，蹲下来。好，口罩拿下来了吗？休息。我们本来今天有来15个哈，现在有2个还在参加公园里面协助，有2个是因为不小心流行性的东西，在家里休息。好，麻烦师傅，我们的音乐。 麻烦我们的DJ，谢谢。好，请所有现场嘉宾再次给我们美华国小热烈掌声。好，谢谢大家。我们有半个小时的演出。我们要听，有音乐吗？没关系，我们有半个小时的演出啊！如果演出的过程中需要助手，大家稍微帮忙，我们送个小礼物。 没关系，好，我直接来哈，来预备，蹦蹦蹦，好，来师傅慢慢来哈，等下给我们带个音乐。好，在这边要先跟现场的贵宾还有我们漂亮的主持人说一下感谢，我们在这么样一个天气里面闷热的天气，他的凉风徐徐。 谢谢大家，我们学校今天来的小朋友里面有4位，是几年前三四年前曾经到过美国参加世界铜板博览会开幕跟闭幕典礼的选手哈，都获得极高的评价。等下给看到他们大显身手。哎，第一个小朋友，我们观众朋友，哎，这位小朋友可以后面一点吗？我们在后面，因为我们等下有火的东西哈，千万不要超过这个栏杆线哈。我们要还是讲一下安全规则。 你进到里面被打到了，我们还是有责任，所以我要擅自告上尽告知责任，他不要进到红线的范围里面。好，首先第一位，来，1、2、3，他表演手举陀螺，用手把陀螺举起来，这是一个很好。谢谢师傅，我听到音乐了。好，第二个小朋友，他今天有点咳嗽，把陀螺跳上手，把陀螺跳到手上。 对面的主持人的声音比我更大声，我要比他更大声。嗨，各位下！对面有教各位玩大陀螺，等一下大家可以去那边学习一下哦，看怎么玩大陀螺。好，这下是我们小小的小朋友哈。好，脚踢陀螺不见了。对，这踢陀螺踢哪里了？啊，第一次表演，第二次表演，拿铁，拿铁，拿铁，看一下，学长帮他处理好。 好，脚踢陀螺，你另外一个踢陀螺在吗？啊，人帅真好，都舍不得骂他。这样这学长我才能骂下去。搞什么东西？到现在还没弄。这是我们学长啊，这学长去美国演出，你看很熟练。而且我们在学校学长教学弟学都教学妹，都非常优秀哈。好，这边要教一个动作哈，就是好，不要急，不要急，不要急啊，来。好，首先哈，我们要教各位。 如果你怎么打陀螺都打不会的话，脚陀螺一定会。两肩对齐，陀螺肩，脚尖对齐。好，第二个左脚往前，好，一大步，宽一点，宽一点，好。好，等一下踢脚哈、哦，第一个，好、哦，他第二个不要往自己的左脚踢，第三个。
不好就踩死。你只要用力这样，像打跆拳道前一样，站，停一下回来，一二三，看前面，光板杀气，一二三，哈。哇，来掌声。有没有小学一二年级要学这个？一定会。来，我们现场小朋友要不要进去？有没有想要学？我们送，校长会送你两张明信片。来，这边有个小朋友。拖鞋不能飞出去啊！穿拖鞋没关系，穿拖鞋也行。来，朝前面。我们在练习陀螺的时候呢，要透过他的肢体语言，用肢体语言正确的方式，就可以打出好的陀螺。来，我们给这位小朋友的勇气热烈掌声好吗？非常的棒。好，看着我，你现在这个脚主要不就是踢我的手，用力踢我的手，鞋子飞出去也没关系。来，用力，一二三，踢。哇，踢得多么好。其实啊，我们这是我们的真正的吗？哎呀，太好太好。那个我们的 Amigo 好像在几年前啊，也有要到现场去表演过。好，来，我们校长给他的小礼物。来，校长给你。哎，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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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好有礼貌。好，谢谢你。啊，对了，你要缠你的线呢、啊，你要缠那个最小的陀螺。大陀螺对面也有，我们这边也有。好，现场表演也有。他有一个很小的陀螺要表演，迷你陀螺，迷你陀螺很难打。在哪里？在这里。很可爱啊、哦！来，慢慢缠线，蹲下来，慢慢缠线。在他缠线的时候，我来说明一下，我们再怎么去玩这个陀螺哈、哦。首先，你如果想要玩陀螺，第一个，陀螺线的位，陀螺线的长度就是你要打的位置，你不能打太近，不能打太远。通常对于第一次上场表演的小朋友，我们都会比较宽容一点，给他慢慢踩。我们到表演到四点，所以你可以踩到四点都没关系啊。好，不要急，现在风很大。刚前一场表演就是风很大，一吹就不见了。好，我等他这次如果万一失误，就换我表演。好，来，好，现在没有风，来，低一点，低一点，扳手，扳手，扳手，哎呦，风很大，风很大，风很大，来，一二三，可以。哦，你看，对吧？迷你型的陀螺，好小哦。如果在平滑的面上，它会转得更久。这个刚风很大，一吹吹到那边去了。好，谢谢你，太棒了。谢谢，谢谢我们的同学。他爸爸妈妈晚上回去要请他吃麦当劳啊。他爸爸妈妈今天都有来。妈妈是我们学校的教导主任。好，好，来，来来了。好，我们这三位小朋友，来中间这位小朋友，来先来。云手陀螺的云手，今天是他第二次的上场表演。刚才讲刚好有点小小的失误，没关系，我们学姐先来。我们左边学姐表演龙卷风，来，你看啊，龙卷风，哦，很厉害哈、哦，这不容易啊、哦、哈。哎，等一下我们打的时候，你要打进来一点，因为会一直滑过去，没有效果。你来，云手来，云手。云手就是你啊，云手。好嘞，云手。好，很好，稳定了，左击。好，很棒 ，OK， 来，好，太好了，好，那我先试一下。有火，有火，来，一二三。表演耳朵干单哦，赶快拍手！祝生日快乐，耶、yeah! ！我们要祝我们的温胜平君生日快乐。好，谢谢。等一下还有更厉害的哈。我们的迷我都很安全的，但是还是不让小朋友碰哈。好，这边有两位小朋友，因为有一位小朋友说他咳嗽哈。好，第一位，来，我们来猜猜他们两个的关系。哎，没人要先猜关系吗？姐姐跟弟弟。我们需要。我
学校五十几个学生里面，不是姐姐弟弟，就是什么哥哥妹妹啊，啊，全部是二十几个、二三十个家庭而已啊，啊，所以这些家庭的存在对我们学校是非常的重要的。来，陀螺入瓶盖，哎，小心阳光在哪里啊？轻松惬意，我每次看到动作都觉得非常的轻松惬意哈。好，他的爸爸一定引以为荣，他爸爸今天有在现场哦。好，谢谢，一定是嘴巴笑得最大的那个。好，看姐姐了，哎哎，嘴巴会不会影响？因为他做六连环啊，要从好起陀螺给动力哦，它是很短暂的。他在很短暂的时间之内帮他做完六个动作，好，谢谢。我们恭喜这位学姐今年考上了大溪高中。我们今天要把学姐，你头上，我倒掉，先把剪起来放过来。好，哦，你不用，你站正的没关系，你站正的。有的是国小三四年级的学生啊，他会很害羞哈，不要怕，就是这样哦。好，左右开弓，尤其左手啊，我们的非惯用手是比较不容易的哈。他也是到美国去参加过世界童话博览会的选手哈，然后他最重要是他今年还参加过什么机车比赛的第一名啊，机车是真的机车，哎，不要到那边，到这边，哎，你们这个方向搞吗？确定？好，百发百中，我们首先有个目标，大概是10公分乘10公分大小的铲子，来，这是一个家用铲子啊，哦，好棒。来，接着来，接着秀一下，看看我们有什么东西。好，我们要换一个小汤匙。进来一点。风很大的时候就稍微停一下。打精准的话是很重要的。哦，差一点点，对不对？来，换谁来？哦，这学长都跃跃欲试，每个都想来打一次。没有我们时间，我刚刚看了一下手表，还有20分钟，每个人都来打一次，连学妹也上来打。哦，你看他也打得很准，但是拉回来了，不容易。好，学长来了，这是我们里面的学长。学长要把它调整个0.1公分。这个助手是很辛苦的，他在那边有时候被打到脸，打到头。刘家宏男性17岁还没有结婚，电话几号？6623249。有听到的人可以打电话，他真的还没有女朋友啊，很认真，很认真。好，谢谢。好，下一个。哦，这个就厉害了。我们有很多，哎，不要太前面啊。我们有很多动作都是我们自己设计研发出来，尤其这个。那我们小朋友可以自己不计把它完成。好，停，不要跌倒，来，交给我，好，谢谢。
一下，因为这地势有点倾斜哈。来，这组三三三四，请到前头等待区给我。这前面小凤看得最准，对不对？这样可以吗？这样可以啊，来，他的点头，谢谢。小凤帮我调整很好。好，我先讲一下我们要怎么打啊。来，你先打一次。好，在还没有点火的状况之下，好，陀螺要打在里面。你看，要打这样精准就很不容易，对不对？好，取陀螺。好，接下来。火烧着我要先讲解一句话，还是要说好哈。我们知道在表演的场合里面，陀螺可以打得很精准，很好。陀螺能够穿越障碍物，打到精准的地方更好。陀螺如果能够加入火的元素，更厉害。最后我们就决定了，把陀螺能够打得准，然后又要穿越障碍物，又要有火的元素。然后最后再加上一个摆荡，那它可以抓住那个时间差，可以把它打到我们的目标里面。其实我在讲这话只让火烧更旺一点，那等下火还没有旺就放掉。好，加油了！全世界唯一的火圈钟摆陀螺。手跟在上面，然后一直当有火，好，就这样就好了。
知道，第一下都不打中。一样，在前面，不要怕，不要怕。对，看到这颜色的第一种。好，很好。喂，不要紧张嘛，我看你的腹肌都伸不出来，深呼吸，深呼吸。站在这里啊，你看拖在上面会越转会越稳，上面很烫。来，等一下，好，我们给这位小朋友热烈掌声。等一下，我们校长送礼物给你，你要谢谢我们校长，谢谢校长。好，接下来我们要介绍西元前2700多年前，西元前2700多年前，再加上今年的2000多年。说总共是在4000-5000年以前，新石器时代的后期，人类已经开始不用上山去打猎，已经开始家里面有自己种菜，自己会抓动物回来养，那比较有空闲时间就会开始怎么样，开始会自由娱乐。那这在西元前2700多年前，我们的研究我们是有调查过，然后他们会在后冰上做的一种运动。那最早的这几个活都存在中国大陆的一些历史博物馆里面，我们有书籍上的一些样本。那这样的陀螺，它最主要是健身用，健身用。然后我们用一根长长的棍子加鞭子，这打击出来的声音，爆裂出来的声音。你看看，这一颗陀螺是灯光陀螺，对不对？灯光现在看不到，但是我们还是把它看一下。如果在晚上，你会看到它的灯光哈。这个声响啊，那声响陀螺先来，这有声音的啊，来，加油，很大声哦，你看打下去就屁股都烂了。好，我再把它打回来。一般来讲哈，我们要很温柔的打它，然后棍子要拿好。刚开始哈，我们就慢慢的打，等到它速度越来越快的时候，好，你再来。好，我们两个要把它打出声音来哦，来，哇，打过去，我先打哦。如果我们靠近边边的时候，我们杆子会抬很高，就不会打到你哦。奇怪，拍手呢？哦呦呦，拍手了，拍手了，那你听到声音吗？接着我们的观众就要来了，刚刚那小妹妹来帮我们打几下好不好？请记住，不能用棍子打，只用鞭子，来鞭子给他，你可以用两只手拿，然后朝这个方向打，然后鞭子要打到就有礼物。好，来，第二班，哎，可以走，你可以走路来，来，过来一点。哎，来了，有没有很厉害？好，让大家配合一下。太好了，谢谢你，你想打，再来。哎，有声音，有声音，真的啊！太好了。听说这个运动，除了治疗五十肩之外，还有一个，在上面写上老板的名字。真好。好，如果愿意写老板名字，我们来招标。你写一个老板名字100块，让你打10次，有没有要来？不要。我们换一个有灯光，灯光就不用了。我们换一个肩塔，我们校长来送礼物。等一下，妹妹，等一下，妹妹。等一下，我们校长送的礼物。好，谢谢，谢谢我们邱校长，谢谢各位小朋友。这个声音更尖锐，因为它是尖顶的。我们听看两个声音有什么不一样。等一下，我们这里要找一位大帅哥。刚有个大帅哥有举手，让他打一下。你刚旁边那是女朋友吗？可以啊。那可以写你朋友名字吗？不用钱，先不要，先不要。好嘞，我们来鞭打陀螺。这不好打哦，你看一开始就歪了，对不对？好，抢救，好，这样就抢救起来。等一下，先把它打正。好，不要太用力哦，因为这比较小颗。好，来，对。
等一下，好，那我就找另外一个，好，交给你一个人打。我分了，看，他上面一定是写教练的名字。哇，声音出来了，我换我。一般来讲，单边打破，主要是人在撞。来，帅哥来一下。吴主任掌声哈，非常精彩。哦、来，我们帅哥来，来，一定要从右边打，不能反向打哈，用削的。对，拿弯膝盖，肩膀侧面打，先对，很好。好，打的连帽子都掉了，多么的激动，你看，哇塞，这怨念也很深啊。你在哪边工作？我还是龙盾。哦，你现在是龙盾的大学长。好的，龙盾大学长。真的吗？我小龙盾大学的李世恩。哇，对他已经这么多队了，你看现在都不认识了。李世恩住三层。哇，他是我们的投入队队长。啊，送礼物，我们校长。哎呀，李世恩，谢谢，谢谢我们大学长。谢谢你家对面就是那个苏志荣他们家，对，你看，想不到在这边认亲。好，接着我们来进行最厉害的一招。来，我们这边要退后一下，好不好？后退，来，为了大家的安全。所以我们左右要先测一下 ，OK， 谢谢。好，我们来讲一下哈，我们先前面两颗陀螺是一小一大，没有点火。我们第三颗火陀螺是有点火的哈。好，我们要克服是什么？第一个风很大，我们克服让它偏掉，因为距离要很远。其实大家可以看他手上还有很多血，我们你看他头上还有这么多血，我们全部我们的记录是31公尺，走过31公尺，这一公尺你可以从那边走过去。因为今天这边场地小，控制到你看他已经推到了，快推到这么像。来，取决于我们打陀螺的这个小朋友，陀螺打得正不正？再来就是他控制的人，他要怎么样的控制，让陀螺能够正？第三个是接的要怎么把它接起来？来，很好，你看陀螺就这样走过去。来欣赏杨哥的掌声，非常不容易。每一个陀螺涂上荧光剂，在晚上旋转都非常好看。哦，到这样啊，太棒了！好，接着我们看第二颗哈。第二颗我们来看看有什么不一样。第一个陀螺重量不一样，这颗比较重。陀螺每差100公克，它行走的惯性就会改变。来，这个明显就变比较大了。哦，陀螺回去了。漂亮，好，接下来这一颗来了，点火了吗 ？OK 哈、哦，来，哎、欸，不要打太下去哦，就在这里，有声，哦，来看他点火的旋转的时候还不能够让火灭掉，那才是我们的厉害的地方。来，我们现场说，嘉宾们一个掌声好不好？这么精彩的陀螺。你看他走得很缓慢，走得非常的漂亮，摇曳生姿啊！哇！祝我们冠胜帝君生日快乐！啊，对啊！好，最后我们小朋友要来打一个大陀螺，我们找小朋友来打，小朋友来打。来，现场的小朋友愿意要上来打陀螺？不是啊，喜欢的小朋友。对啊，你的小朋友，帅哥小朋友。对面的小朋友就要打到对面打，对面有比这个更轻的陀螺给你，先把那个。来。没有，还有小朋友，还没有，更年轻的，慢的，这些陀螺都非常非常。等一下可以欢迎大家来抱抱看这个陀螺的活动，我们这边陀螺可以开放给你抱，给你合照，好不好？证明我们的陀螺来宾席大棒哎啊，不是空心的哦，还有学长就知道，大陀螺都这样了，我们要到那边去啊、哦、哈。好，你看我们这位学。这位学长啊，都已经可以抱起这样的陀螺了。来，我们给我这位同学的
会就滑过去，滑过去，滑过去。所以这边小朋友稍微看一下，如果往你那边滑，不要用手去，用脚底它。先讲一下大陀螺100斤的肌肉，好吃的是谁？大家知道吗？好，大家可以，这不能乱讲嘛，大家可以查网络，大陀螺100斤陀螺，然后1分44秒，就查到教练我的名字，就是吴建武，看看是不是真的啊？对吧？说谎的话，假一罚死，假一罚死啊！真大陀螺。好，我们小朋友先上来，我们敬礼谢幕。北方快乐陀螺队，这边我们邱班长、邱校长，还有麦队的麦主任，还有我们的志工妈妈，你看大家都用脚去，不是对他不礼貌，是脚按摩他哈。好，我们校长在中间哈。好，谢谢我们主任，谢谢我们校长，谢谢我们。